松松春日游中。今日我哋去游览位于饶宗颐文化馆嘅美芝山丘。依家我哋嚟到港铁美孚站啦，由 B 出口离开车站。上到地面是曼士达广场，向美丽道方向行，向交通灯位横过美丽道。依指示靠左行，搭升降机往行人天桥。嚟到行人天桥，见到饶宗颐文化馆嘅指示牌，跟住行啦。响天桥继续向前行。行到呢个路牌依指示牌去青山道，响交通灯横过马路，就到达饶宗颐文化馆啦。呢度系文化馆嘅下区。美芝山丘咧就系响上区嚟，沿途都有清晰嘅指示噶。我哋搭升降机上中区，嚟到中区啦。跟指示牌行就得噶啦。哇！中區嘅鬱金香開得幾靚，觀賞下鮮豔斷木嘅鬱金香先。睇完花，我哋繼續向前行。在这里再搭升降机上上区，出了升降机呢需要行几十级梯级上上区的。来到上区是翠雅山房的美芝山丘入口呢是设向 A 座旁边的。进入美芝山丘是要买票的，成人门票是60元，小童、学生、长者是半价。我们买了票，现在就入美芝山丘了。上美芝山丘上面都要行梯级的，游人都要衡量自己的身体状况了，慢慢行都得的。沿途有常林法师的心灵语录，温暖游人的内心，慰藉游人的心灵，为生活带来一丝丝甜。美芝山丘以前是监狱和医院的管辖范围，100多年都没有对公众开放的。
到2022年3月呢，文化馆呢进行开发同埋修复工程，并在2023年1月26日开放给公众人士。这里叫做彩花隧道，是其中一处打卡位来的。行下行下，我们就快到达美之山丘的山顶了。我们到山顶了，这里名为美峰273，因为这里的高度是海拔273米。场地是以露营营地为设计概念，这个三角形是印第型的标志来的。坐下摇摇木鱼，轻松惬意。还有香港知名景点的方向距离标示柱，猫猫壁画屋，好多人喜欢在这里打卡的。文中星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菩提心。现在我们向下行去另一个景点，我们来到秘密花园，看看有什么秘密先。这里是模仿欧洲贵族庄园的，打造复古浪漫的氛围。这里是模仿动画电影《冲天救兵》的经典场景。摆着好多彩色气球，同埋色彩缤纷嘅小木屋。依家我哋去下一个景点啦。这里叫做毛小镇，这些设施是给宠物玩的。这个位置叫做深呼吸空间，在清幽中调整身心灵。这个范围呢叫做正修阁，行下竹林，石春径，行下坐下静心下。这里是许愿区，愿梦境成真。这段叫做美丽历史景，这栋花岗岩围墙早于1905年已经有的了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部分。其他的打卡位呢，有这个荧幕啦，同埋小船。游览完美之山丘，我哋依家落山啦。企喺呢度可以远望朗船洲大桥嘅，今日就比较蒙啲。
我哋落山途经翠雅山房，见到呢棵正在绽放嘅紫玉兰。见到咁靓嘅花，我哋一定停留观赏噶啦。时间到啦，我哋嚟中区怀旧咖啡店食晏。店里有好多怀旧摆设，有好多个打卡位噶。行咗一招，我哋就饮翻杯茶先。我哋叫咗一壶姜麻花茶。食物咧系鲜茄辣虾意粉。同埋招牌龙虾仔白汁意粉，份量足够，味道 OK 嘅。两盒意粉咧226蚊，我哋上美之山优咧就有20蚊嘅优惠。食过午餐，我哋翻返美孚啦。今日到此为止啦！喜欢呢条影片嘅，请俾个 like、分享同埋免费订阅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